昨天网友粉丝在评论区问我2023新款奔驰 GLC 对比宝马 X5 30Li 哪个好，非常喜欢2023新款奔驰 GLC， 请问哪个性价比高值得拥有。我想这个问题要问镜头前视频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，肯定会选择宝马 X5， 其实则不然啊，大家一定要清醒一些，不然后悔来不及。这俩车子可不一定宝马 X5 30Li 就好啊，千万不要选错了，不然大长头悔青都来不及。他所谓的这个2023新款的奔驰 GLC 其实还没有上市啊，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内饰跟奔驰 S 级是一样的，上面三个空调出风口，下面大的中控屏，非常高级豪华，质感非常好，比刚才比以前的啊更加大气了，高端了。然后就是说全系变为七座了，以前是五座嘛，而宝马 X5 全系是五座啊，所以说有七座需求的它是非常好的，平时可以当着五座来开，抬起来平时不用的时候可以放平嘛，可以后备箱也多装东西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宝马 X5 比不了的。而且他说的宝马 X5 30Li 呢，其实就是 2.0T 的四缸机版本，并不是那个 3.0T 六缸机。那么你会花60多万买一个宝马 X5 2.0T 的版本的发动机吗？并且马力只有240多，还没有奔驰 GLC 254的马力大。买宝马 X5 都是奔着 3.0T 六缸机去的，如果是买这个2.0T 四缸机，那全是大傻蛋啊，简直会肠子悔青的，是不是？猫扮虎嘛，其实真就不如买这个奔驰 GLC 300了，马力比它还要大。而且不仅如此，2023新款奔驰 GLC 匹配了48伏轻混增加了，这样能够使得起步的时候更加平顺安静快速，而且还能节油。奔驰的自己家智能的 9AT 变速箱嘛，起步的时候一二档的时候它是有顿挫的，如果安装了48伏轻混能够大大改善这个问题。就算260版本以前是197马力，现在新款出来是204马力，增加了7马力啊，也是非常不错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如果真想买这个宝马 X5 就买 3.0T 版本。那么大家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，拜拜。